当这时阵，家家户户拢会收银啊、食银啊，讨一个好彩头。但是原种乡珠宝社区为着用无同款的方式来迎接冬节，就联合老人会发动红菇粿制作活动，因为民众反应真好，加上大家参与意愿真高，所以今年伫公所的支持之下，再次举办做红菇粿活动。村民表示，伊唔那是做粿，较重要的是予大家感受做伙闹热的气氛。原种乡珠宝社区活动中心一透早就闹热滚滚，真侪时段那开讲，那咧做红菇粿。伫乡公所支持之下，社区就甲老人会联手办理活动，用较特殊的方式来迎接冬节。我觉得初汤圆哦，比较没热闹，只有做红菇粿较热闹安尼。所以讲，阮来举办讲做红菇粿安尼，这好像是大家聚乐一下啦。对，不是想吃这个什么啦，就是大家来按凑热闹啊，聚乐者安尼嘿。一年来这一摆哦，这规定大家欢喜在为了这个，啊，佮高速也甲咱赞助，啊，咱老人会后基金会开这哦，这老人会大家一只这个娱乐。为着这次活动，社区民众自顶一天就开始准备。今日就有一群阿公阿嬷来斗脚手，讲到早起咧做红菇，就是要庆祝清明节，还是有人办喜事的时阵才有咧做。平常时想要食嘛买无。出在乌伊无咧南番薯啊，拢干那土豆尔啦，土豆南葱安尼啦。啊，今麦来吼，大家研究讲南番薯，较嫩较好食啦。好生有清明时才有做啦，来老的时才有做，啊，人咧娶新娘安尼啦。叫做做红菇啦，啊，普通时拢这废弃的啊，无定咧做嘛。这次社区准备30道的主备，分别制作无同口味的红菇粿，有甜的，有咸的，甚至素食嘛有。但是不管啥物口味，拢大受欢迎。足好个啊，大家足趣味个，这个物件大家足欢喜个，咸的也好食啦，啊甜嘛袂歹啊，拢好啦。很 Q。它那个花生的馅非常的香，真的是很厉害哦！这些婆婆妈妈们真的很厉害，对啊，这个技术已经都快要忘记了。刚才这咸的讲，内底就淋了十几项啊。活动中心处理的人来来去去，劳累气氛让大家面上拢充满笑容，而且会当吃到家己做的红菇，真侪时段拢感觉真欢喜。社区发展协会也表示，未来若是有机会，一定会延续这项活动，进而变成吃的传统。记者蔡尚林采访报道。